2022年10月20日上午，星罗景明王子、竹城大君一年一度的祭祀大典，以及竹山朴氏大宗会会长换届选举活动，在龙仁市白岩面玉山里竹城大君祭坛前举办。韩国孔子文化中心总裁朴宏英、对外联络部长朴熙吉、朴氏大宗亲会中国总本部事务局长朴厚基和前翼圣王灵参奉朴婉直一行应邀参加，约有50余名竹山朴氏后裔参加了当天的活动。首先进行了竹山朴氏大宗会总会。经过民主投票，中显公派宗孙朴正营接替朴汉寿担任新一届竹山朴氏大宗会会长。대중회장이당선되셨습니다축하의박수한번보내시기바랍니다아유축하드립니다이렇게저를또밀어주시니그만큼또제가부담을많이느낍니다하지만은뭐두렵지않고열심히저님회장님을고문으로보시고잘되게끔하겠습니다紧接着进行了星罗景明王子、竹城大君的祭祀大典，出现官由朴汉吉担任，亚县官由朴汉秀担任，中县官由朴香满担任，执礼由朴正营担任，大柱由朴炳乾担任。始祖王朴贺居士第30代孙星罗景明王子朴彦立被封为竹城大君，从此开始才有了竹山朴氏。此次活动是疫情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得到了各派别的大力支持和参与。